发来的，嗯嗯，还有他的还有一封是他的大学同学发来的，嗯，哥哥在信中说，他今年夏天的时候要研究生毕业，毕业了以后想到在美国读学习 MBA，但是他最后决定不去，嗯，因为那个专业没有奖学金，嗯，奖学金，嗯，你好你怎么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样？我很好。对了，看着你的样子你好像不太好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是吗？别太担心，可能你的钱包还在你的房间里，不过你应该要仔细的找一找。背包里没有，桌子上没有，床下没有，抽屉里也没有，什么地方都没有。有可能昨天晚上在地铁上，我把我的钱包丢了。哦，别着急，可能有人找到钱包之后就去公安局把它交给警察。是不是钱包里有学生证？学生证上有你的电话号码，他们会给你打电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最有名的是钱包里有300块钱左右。我特别担心有人会把自己的钱偷走，那我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已经丢了，把心放宽点儿，300块钱在个人生活里不没有那么重要，没有300块钱你也可以生活。我知道。对，本的是你刚说嘛，给不是钱的。可是真倒霉。OK， 真倒霉。OK， 很好。不是真的吧？没有。老师，你说一个是找不到工作，一个是丢了钱包。OK， it's up to you， 来吧。你好，丁梦。你好。我们今天想去哪里玩啊？不知道，你说吧。我说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的，但是多少钱？因为我不想。我不想。你请客吗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我请客。你请客，好。那丁梦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嘉天请客。我请客。好的，好的。让我看一下我的钱够不够。好。我不相信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的钱包哪里去了？不知道啊，我没看见呀。反面有条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见。哎呀，真的怎么办呢？那你骗我们？我没有骗你们。你没有钱，你请我们看电影。你不相信我看电影是吗？我真的想起来，就是钱包真的找不到。那你今天骗我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师，你要安慰我。我说一个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是受害者，你骗我了。是不是刘兰？他有没有骗你啊？要付钱。
那么我问你们借给我钱，然后我回还给你们。不行，你看看也是请别人吗？你看看谁能借你的钱？我是穷学生，没有钱。啊，咪咪没有钱，看看还有谁有钱可以借你们？一个一个一个放在一起。你问一问他们谁会借你的钱？你们加起来可以。那是我们自己请客了，不是你请客。我还给你们是请客吗？是不是？我们不知道。您会不会还给我们？我们签上一个账。啊，写一个欠条。写一个欠条。同意吗？同意吗？没有意见。不同意。还是不同意啊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也不知道了。那你去银行贷款吧。去银行贷款。去银行贷款吧。请一个店员。对，可以。那我也不行。去银行贷款。去银行贷款吧。好的。还有。银行还有离异的。要啊。啊，爸爸妈妈是他们，不是他们的事，是我的事。啊，还有朱一吗？去工作。啊，去工作，那么等，你打工，就是为了去见一面，去工作。那么你们等一个月吧，等一个月可以吗？我给到工资以后可以请一个月。哎，但是我们找一个好的，太难。那我们再请我们吃一顿饭吧，好吗？看一场电影，吃一顿饭。哇，一个月特别贵了吗？可以吗？同意吗？可以，大家同意的。老师，我不能拼命请你们那么多东西吗？应该的吧。赚了那么多钱，让我。我们都是朋友嘛，吃一顿饭是。我们都是朋友，你们借给我钱也不可以啊。我们没有钱啊，但是我有一个方法，我觉得他应该自习的找一找，可能在裤子里。没有，请再找一找。要不你要可以做一个白龟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我们就不难为佳天了。一个月以后，我们一起看电影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罗马？在北京？在罗马好一点。啊，那你还得给我买机票，贵了。那么给两个月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今天韩语的生词，一个生词是这个。等一下，我们的直播的，在洞房，新人做什么？游戏。他开始说了。我们每年要差不多9月还是10月开学，到12月我们有放假。学季。但是到这个要放假。这段时间12月到1月7号叫着注册假设书假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到最后我们有从1月7号到差不多7月还是8月也有另外一周的放假。这段放假呢是从8月到10月，讲了好多，暑假啊，后来吃太多了，暑假，暑假，因为冬天是寒假啊，冬天是寒假，对，那乐乐啊，打工掉了，他错了。天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假期是吧？7、8月份的时候，对，是春假。冬天的时候，1月份的时候也有一个假期，我们叫做寒假。对。哇，用电脑的时候打字，还有文字，你看到了是吧？我不可以说。啊，你不可以。上面的那个贵，那是贵的。他会画画学科是吧？看你呢。
Se gli eventi in corso di del gioco delle parole.质量，我们要解释一下，质量就是你买一个东西，你觉得它什么很好，首先最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很好，是不是？可以这样解释一下。很好用，不坏，对吧？不会坏，用了很长时间不会坏，它质量好。Un applauso. 好了。